回顾人类历史，自阿波罗登月使命成功完成以来，月球似乎变得宁静而遥远。然而，新的篇章正逐渐展开，不同国家再次将目光聚焦在这个令人着迷的天体上。月船三号的着陆任务将月球竞赛再次引入大众的视野。八月二十一日，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宣布，月船三号着陆器将于北京时间八月二十三日。 二十时三十四分左右着陆月球，届时将对此着陆过程进行直播。ISRO 还发布了月船三号上的 LH DAC 相机拍摄的月球表面图像。据介绍，这台相机由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开发，用于在飞船下降过程中协助定位安全着陆区，确保飞船周围没有巨石、深沟。其包含有加速剂。 高度计、星象传感器和倾角仪。图片上可以看到，月船三号上的相机拍摄了月球的远端区域的表面。图中标记出了海鹰环形山、博斯环形山、别利科维奇环形山和红宝海。目前，月船三号已经完成了整个月球降低轨道的过程，并且已经进入了二十五公里乘一百三十四公里的轨道上。 虽然很多人可能看到这个轨道有点诧异，但是依照印度的披露情况来看，还是属于自己的预定范围之中。所以印度一路磕磕碰碰，居然还是完美的走到了该阶段。没错，最初很多人都是不看好印度月船三号，包括在初步进入环地球轨道的时候都出现了偏差。但是印度一直保持轨道调整的情况之下。 最终实现了精确进入环月轨道之中。然而，进入环月轨道之后，印度又出现了一部分的偏差。在着陆器与推进器进行分离的时候，它还在一百五十三公里乘一百六十三公里轨道上，这出现了偏高的模式。ISRO 当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需要进行轨道下降调整才行，需要进入三十公里乘一百公里的区间。 而实现这个过程需要进行两次的轨道下降，在首次降低轨道之后，进入了一百一十三公里乘一百五十七公里轨道上。从降低的情况来看，真的很差劲。而第二次降低之后，居然直接进入了二十五公里乘一百三十四公里的轨道上，这个跨度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的确是有点令人惊讶，所以让不少人都觉得。 印度这个跨度太强悍了，没错，在近月点上实现了超过七十公里的下滑，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结果印度下降之后还是属于稳定的状态，这着实有点出乎意料，只是与三十公里乘一百公里的轨道存在一定的偏差。当然，印度说正常就正常，而接下来按照印度公布的消息指出。 将在北京时间八月二十三日二十时三十四分左右着陆月球，这也说明了印度的整个任务过程最为关键的时刻来了。而且，ISRO 还高调宣布了要实施着陆过程进行直播，并且是全球直播整个过程。这可以看得出来，印度成功着陆的信心十足。如果成功，印度将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中国之后。 第四个在月球表面软着陆的国家。当然，如果整个任务成功了，那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就是展示登陆月球和漫游月球表面进行探索的能力，以帮助开发行星际任务的新技术。可以说，印度的探月之路也是一波三折：月船一号失联，月船二号失败，月船三号怎么样？还得打上一个问号。 并且这也是印度第二次挑战软着陆技术。月船二号是在2019年执行的任务，结果在距离月面2.1千米处信号丢失，这也导致印度的首次登月计划失败。所以接下来的任务挑战难度还是较高，主要就是软着陆这个过程的实施。那软着陆真的很难吗？的确是很难。 在人类第一阶段月球软着陆活动宣告结束的时候，总计进行了二十五次成功进入环月飞行的软着陆探测器，中有七次着陆失败。其中，苏联共尝试软着陆十二次，失败五次；美国共尝试软着陆十三次，失败两次。如果排除有人操纵的阿波罗飞船，美国共尝试勘探者无人探测器着陆七次，失败两次。 总体来说，美苏合计的无人探测器软着陆成功率并不算高，只有百分之六十三点五。所以，软着陆并不是一般的难。这主要是在进行探测器的控制上，需要做到最精确的状态。在探测器被月球捕获的时候，要精确控制着陆器速度的大小和方向。如果冲得太近，就直接撞到月球上坠毁了，连软着陆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是考验真实技术的时候，而印度在月船二号上出现了问题。这一次从公布的情况来看，倒是进行了相关性的措施。虽然说月船二号的探测任务总成本约一点四二亿美元，而月船三号总成本约七千五百万美元，其中探测器成本缩水至三千万美元左右，但是印度的确是在月船三号上花费了大功夫。 印度空间组织吸取了月船二号坠毁的经验教训，工程人员简化了留轨的推进舱，减少的重量用来增加登月舱的推进剂。所以很多人最初担心印度月船三号燃料够不够，但是在最初的披露之中说明了增加了燃料改进，只不过具体还有多少，可能只有印度自己才知道。同时，印度还针对月船三号。 减掉了一个着陆反推发动机，加强了着陆腿强度，增强了激光测速仪，并设计了错过预定登陆地点后扩大范围随机登陆的失败模式。当然，从印度披露的情况，要在预定着陆区着陆，那这个随机着陆也就用不上了。所以，印度这些改进也的确增加了成功着陆的概率。 只不过，印度会不会创造这个世界第一个在月球南极附近着陆的国家成就，还得等待。只能说有希望。毕竟俄罗斯已经任务失败了，印度月船三号只有在真正意义上着陆之后，才可以确定下来。所以一切等待八月二十三日就知道结果了。印度要全球直播，让全球人见证这一刻。相比之下，俄罗斯就有点惨了。 俄罗斯航天近期除了在近地轨道和国际空间站上有些常规行动外，其他的科学探索类几乎就是零。上一次任务还是2011年11月9日发射的福布斯土壤的火星探测器，但很可惜，因为变轨失败，已经于2012年坠于太平洋海域，连带将搭便车中国火星探测器“萤火一号”也坠入大气层。 此后就是中国在火星探测领域的全面崛起。印度也发射了曼加里安号火星探测器，还有搭便车的阿联酋。另外还有火星探测的正主——美国宇航局。火星很是热闹，但这一切都与俄罗斯无缘。俄罗斯自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重工业一直在萎缩中，大量配套工业都已经消失，目前保留的仅有造船。 战斗机、航发以及坦克等与国防相关的工业领域，重工业萎缩，航天工业也同样如此。苏联航天的鼎盛时期是月球探测、采样返回、金属探测器、火星探测器、空间站等全面展开，还设计建造了独具一格的暴风雪航天飞机。但很可惜的是，只在无人试飞后就一直停在厂房。 直至无力维修，厂房坍塌，导致航天飞机一并被毁。最可怕的还是航天人才的断代。苏联时代培养的大量航天工程师，在苏联解体后，不是出走美国和中国，就是转行其他能养活自己的领域。能在航天体制内留存下来的硕果少之又少。而到了现在，即使是这一批人，也已经凋零。 航天工程师是需要一系列的任务培养的。简单的说，需要长期任务才能让工程师、科学家在这些任务中快速成长起来。而俄罗斯仅有的近地轨道任务太单一，仅仅只能保证近地轨道存在，这将导致航天人才单一化，大量深空测控需要的人才与设备都边缘化。月球轨道的探测、火星探测器已经太生疏了。 想要捡起来，需要一定的时间沉淀。这次俄罗斯航天集团将目标定位在了月球，未来还规划了月球二十六、二十七等探测器，还规划了金星地的金星探测。目的也是通过任务快速让人才重新成长起来，让俄罗斯航天重新跻身于世界一流。这个想法是好的，而且俄罗斯航天有底子，只要假以时日。 再加上资金支持，重返一流并不是不可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就这样，我们下期见。